你跟韩国的演员特别有缘，有缘，就应该是有缘分吧。但是你要配音乐团的姿态。我爱你，可爱虎。你们的团名是摩羯座。结尾要精准吗？就是要 wink， wink 超难哎，怎么扎单眼呢？我们三二一，试试看两位手。三二一，就要精准。好可爱。而且尹轩姐的歌星是有人扎单眼，你会想揍他。我觉得你应该听到人家叫你尹轩姐，会比较想揍他。你像是在喘掰喘掰喘掰，好酷哦！好酷！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有趋台，同学好，喘，为什么要喘？两个字，因为跳完舞就会累，所以要喘。很懂哎，不逼你了。